还是很漂亮，没什么感觉。对，好像假人，很像 AI 的假人。太漂亮了。哇！太漂亮了，太大吗？女生到底长头发还是短头发好？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因为我有一个爱了10年的短头发女生。啊，不会是我吧？她今天确实在现场。哦，谁？但不是我。啊，是谁？不是我吗？你那个已经比爱更升华。家人。家人。家人。我不是你的家人。你不是我的姐吗？哦，你不是吗？嗯 ，OK， 但是我真的有一个真的爱了10年，然后从他刚开始还有在跳舞，一开始舞蹈的时候，我就 follow 他到现在。真的哦？真的。他知道你的这个人的存在吗？他也许知道哦。我们可以来问问他，所以我们就要来欢迎 DJ Soda。他知道派翠克这个人吗？立刻墨水，而且很快，你有没有？Hi, I'm Patrick, AKA 新一 G Dragon。新一 G Dragon， 快点啦 ！Catch me！ 啊，这边多了很多啊，一直在那。最近很多，为什么要比较最喜欢？你要跟他讲，他爱了他10年，从他还在跳舞的时候就在喜欢他了。I cover your music video。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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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起跳啦！最近一直圆梦，翠克。Six, seven, eight,所以刚刚那个一连串的那个跳舞啊，还有看到他本人的 G Dragon， 小朋友扭到，小朋友扭到，他有没有开始渐渐的喜欢这个男生？哦，저10년동안좋아했다고해서심쿵했어요。十年磨一剑。好，我们今天想要其实要讲的是。到底是长发好看还是短发好看？然后刚刚派翠克已经说了，那个 Soda 的短发是他永远的不变的爱。对。那有些女生其实就是适合长发，像比如说强强，你的，而且你还要是浪漫卷。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都短发，因为我爸爸是不让我爱漂亮的，所以呢，我跟你讲，从幼稚园开始就短发。然后呢，你看哪一个是你左边的？右边我妹妹。哦，还是后面那个？左边后面是我爸。哦，是我。看，你也小时候很正常啊。屁啦！我跟你讲啦，他小时候都是你看都短发，好丑啊！哪里啊？教小孩的，我要讲牙齿，钢盔吗？小学2年级，对，我是你那个发夹夹太高了啦，他们就很丑嘛，就把我弄丑嘛，好丑的。我小时候都只留短头发。然后呢，我爸爸，每次只要断考完，成绩不好就给我抓去剪短头发。而且你刚刚在喝椰子水吗？国中我跟你讲，原本以为说可以跳脱出来，可以留长发，又给我再新去直升，还有发镜，我真的要疯了。你看，现在很公分，这个很像郑中基耶。有哎，想跟你制造浪漫的爱情，还没在一起，首先是爱情。哎，国小越来越像郑中基，他们还跟我说这是梁咏琪的头发，没有啦，超恨的，我恨死了。哎，你为什么小时候那么像男生？好像，对，我跟你讲，我知道我眼睛是有问题的，因为眼睛是单眼皮，所以我坚持就是一定要割双眼皮。你后来是割，我很早就发现我的眼睛以下都很漂亮，你自己把眼睛遮起来，下面是超美的，是眼睛。哎，你们安静是什么意思？你看。
很多短发，我跟你很像男生。我跟你讲，对短发，可是你牙齿也弄过吗？牙齿用过啦，小时候矫正啦，小学二年级就矫正啦，所以小时候的童年是很辛苦的，要么一天到晚哭牙，被人家拿针针拔牙，然后要么就头发剪短短的，人家叫我弟弟啊。我爸爸是不让我留长发的，他觉得这个你要长发的话，哎，那个马的头发都还比你长。当然啦，我很可怜的。所以我造就了小时候造就我长大的阴影，所以你从我怎样都得留得很长，因为我爸爸就坚持觉得你就是爱漂亮，习惯不 OK， 然后你成绩考不好，他知道我爱我的头发，稍微留长一点点的话，我就觉得能够躲掉他不要抓我去剪头发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每次把我抓过去剪的都超那种超级老阿妈那种家庭式的那种电动圈嘛，翻译一下，你刚才能不能是台湾的疯子？台疯子都很漂亮。蓝泥的，全都疯的。那他就把我送到那种就是电动的那种老阿妈推的那种后面老推，推到后面都刺刺的，你一摸都哇，超是男生头，男生头啊！这不是我们国中法禁才会。然后他就把我弄成那样子，然后一直跟我说，哎，我很会流汗啊，我怕热，那我不理，我不要，我先只不要打我，要打我，要告诉他就要剪短头发，所以我小时候都没有留过长头发。然后呢，有个学期，我想说啊，这个学期到了要结束了，暑假可能没有被抓那么严了，我爸不会把我去剪头发了，可以留长一点点。哦，我想说要跟一个我喜欢的男生表白，开学时候表白，因为他好像有点喜欢我，我有点喜欢他。然后我们还去算那个配对数字，他的姓名跟我的姓名配不配？你是说你长得像郑中基的时候吗？我是在小一点龅牙的，龅牙枯牙的时候，郑中基是国中，还要制造浪漫。然后呢，他就然后。在开学前，你又被我爸抓去剪短头发，就变弟弟了啦。哎呦，恋情告吹，所以你也没有表白，也没有要告吹了，那我就丢脸丢死了。我知道我自己像个男人啊，我这样男人跟男人表白，他会接受我吗？而且那时候我去加拿大的时候，那个跟旅行团，大家都叫我弟弟，我超打人的。我跟你讲，我心里面那个自尊心受挫，你知道吗？哎呦，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非常强健的心。所以后来呢，当我要那个国中继续，你真的不需要主持人哎。停不了哎！我本来想要问你说，那你何时开始可以留长？国中之后，为什么国中之后你爸就放弃了？因为我骗他，说我这个学测通通都作弊了，拿了个好成绩，就告诉他说，我跟你讲，拜就在心，我绝对不用直升，我有这个能力考上北一女。他说，哦，能力考上北一女，听得好像信啦。就信啦，要把我送去外考啊！送去外考之后，那天不能作弊啊！我考了一个超烂的，被刷流氓高中去啊！然后头发就是他也没有再管我什么了，就是我有尽量就可以留长。而且流氓高中应该没有法禁吧？没有法禁，但是我爸就会发现我很爱头发这件事，所以他跟我吵架的时候就拿剪刀想剪我头发，就是抓头发，哎呀，剪了再剪头发，我就来给他打。不要打！我跟你讲，很多男人他那段很难翻。对，他爸爸要拿剪刀剪他头发，然后他就跟他爸对打。对，要对打。然后他后来就把剪刀拿过来，然后戳他爸肚子。然后他爸爸瞬间头发就留超长。对。老师不要翻这奇怪的东西。他吃他爸，没有，他坐牢三年，没有，我还是没有啊，他又要剪我头发，boyfriend，already， 真的假的？没有啦，我男朋友后来真的好几个，他们都会知道我很喜欢头发，因为我后来长大之后对头发就觉得很宝贝，所以到高中之后就变得很受欢迎，对不对？废话，算撇哥了啊，算撇哥好了，容不下男人，头发二十年了呀，然后又会化妆，所以你割双眼皮有经过你爸同意吗？我叫他，我那时候就叫他割的，我不离家出走，离家出走跟他说三个愿望，其中第一个双眼皮我先给我。哦，对，你又讲。对啊，我就那时候因为我知道抓好机会啊，不然他平常这样打我，我当然要求他实质的东西，割双眼皮给我割一割。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所想。所以你除了那个牙齿矫正之外，你还弄那个美白贴片吧？美白贴片我是真牙，我小时候爸爸矫正的很好。你是矫正好，所以你的那个那么白的牙齿是天生的，真牙。好白哦，哎呦，很棒哎，我觉得白哎。所以你脸上只有双眼皮是假的，双眼皮假的，我都真的，鼻子真的。黄医师，整形医生，看我。不好意思哦，他是皮肤科医师，不好意思，剪错，你要看一下容量。对，你现在皮肤科医师，真的。相信你，强强，我们相信你。我要脱发生的，我没有脱发生的，相信你是脱发，而且你是纯正的女人 ，OK？ 当然纯正，我在做这个，我怕不看，我不要再想，我看看，对啊 ，OK， 我们大家稍安勿。
步骤，他等下就会好，他等下就会好。给他打一个镇定剂。OK， 好，大圆。头发、短头发都 OK。你留过长发吗？有啊，我刚出道的时候是一个，对，大学生还趴在椅上，我就是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就是被规定说不准剪短，因为我们在团体里面我是最肉的，然后经纪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留长发，而且一定要妹妹头才能就是遮住完整个脸，这样。就那时候约一合约也是一到。我立刻签新公司，立刻剪短，然后就是有点让大家就惊艳，说哦，原来你也可以留长头发这样。你是不是跟谷谷交往快十年了？对啊，十几年了。十几年你不腻哦？不腻啊，而且重点是短发的好处，就是他现在还愿意帮我吹头发哦，因为之前太真的好甜蜜哦，因为太长你也知道，就是头发长，你每天长发当然要找男朋友吹啊，管他的，但你每天洗吗？我没洗，因为我喜欢头油味，我喜欢这样搓一搓，我喜欢头油味。那现在长头发你就懒，不爱洗头，我不爱洗头啊，你留那么长还不爱洗头？为什么要洗？反正自己的怕个屁啊，我就想闻一闻，然后玩完了头皮屑把它拿出来，这样洗成一小球，然后抹镜子就看很黑。那 Soda 呢？ Soda 会不洗头吗？那会哦。他大概多久？他可以维持多久不洗？但是 Soda 有曾经留过长发吗？哦，10년전에爱上他的时候。那你应该知道啊，一个地震呢，抓到了，有没有这个之前？嗯，对，因为收到那个的时候是黑的，然后戴耳机，嗯，好了，你看你很害怕，对不对？憋了一把冷汗。Sabrina 一直都是长发，对不对？我觉得我留短发应该会变超丑哎。你的脸型怎么看就知道黑长发。对对，就是我这里比较宽，感觉就是很不 OK。请问一下，你今天是戴假发吗？我是真发，是真发。这是真发。怎么那么假？真的。没有关系，你不觉得很像假发吗？真发，只是我天生发量真的很多，而且我的发量多到我这个卷度后面是已经藏起来绑。啊、你要把它塞进去哦，我还要头发把它塞进去，所以如果我全部放下来的话，会变得很宽，是不是？就会变张君雅小妹妹的那种炸度。你觉得你短发的时候比较受欢迎，还是长发的时候？其实我以前都是长发，我直到2年前才剪短，所以我在长发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我短发会是好看的，但结果我剪短了之后，突然桃花爆棚。哎呦，是很多人追吗？对，我就觉得好像爆棚，就觉得好像是短发那个腿比较好。你目前手上追你的男生有几个？可能同时最多有8个。真的假的？然后都是好货吗？8个很多，都是好货吗？有些可能就是会是故意撩，乱枪打鸟，对啊，开玩笑。那有没有几个是你还想要蛮想要认真恋爱的？会。有哦，有后续吗？后来没有了。发生什么事？怎么了？太忙，工作太忙。好官方。对。不然要怎样？太忙。为什么不能掏心掏肺的聊天呢？那是很真实的节目。你看我自己的心我都拿来讲了。我就是就没有后续了嘛？好啊，就没有。这边是那个，等一下会替我们示范他们相反的发型的女生。哦，好期待！然后今天有来到两位男来宾，还有一位是黄佑明医师，是皮肤科医师。对，是的。皮肤科医师今天来要干嘛？头发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啊。对对对，头发是归皮肤科。头发跟脸皮是同一块皮吗？头皮嘛，对，是一起的，是一起。所以申达，你是喜欢长发还是短发？我是到了结婚之后就喜欢短发。哦，你老婆是长发哎，所以你不喜欢你老不就是因为这样大家都懂，因为就是这样的时候，然后你会说 baby 的时候，你会啊啊，会吃到头发，他头发，你说他在你趴在你上面的时候，上面的时候，哦，可是好讨厌，然后要换 pose 的时候啊，头发压到头发头发，这个真的很严重，所以压到头发很痛，很痛，很扫兴。五位女生，你觉得谁是最适合她现在的发型？最适合哦，嗯。要先淘汰壮壮，所以太像假发了，对不对？对，他的头发没那么好，太黑。你平常就是这个发型吗？平常就是吗？差不多啊，顶多你的头发真的哪里出问题啊？太厚了吗？它是夹起来了，我已经夹很多起来了，看起来很匆忙。
看起来很匆忙。还是说你刘海有点太长？对对对，最近刘海有点太长。对，有点扎眼了。好像还可以再剪短一点，会不会更俏丽？嗯。所以森达如果觉得壮壮短发需要改变的话，我们不如先让壮壮去换成长发怎么样？哦，搞不好你就对他改观了哦。搞不好。哇塞，来，那壮壮就麻烦你去换头发喽。好，好，那微风，我觉得以你俗气的程度，就是喜欢长发。为什么我一定是俗气？因为你这个人就是很俗气啊。你看到腿、胸都会拍手。严格来说，对。严格来说，我支持长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受一些港片或什么的，你像小时候我们的女神啊，是我这个年代女神都是长发，邱淑贞。王祖贤，王祖贤，所以你就觉得对长发有个幻想。然后我知，中间，对对对对，很多很多很多。然后还林青霞，蜜桃成熟时，经典经典。我讲话的时候你们还会在长短发，短发，短发。唯一我跟你说，我这样讲，除了张敏以外，其他全部都是长发，唯一一个例外的。所以我们还是以长发。钟楚红也是短发，钟楚红，可是钟楚红稍微再年长一点，就不是在我小的时候。巩俐也是短发。对对对，好，够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不对，我要讲这些，对，是。然后呢，所以我后来长大之后，我 Angelababy， 长发，长发。OK， 好。突然之间断线了，对，继续啊！我要预防他，等一下。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第一热吧，第一热。你看，你看，是不是？ OK。就我们主持人不会把来宾讲完，是不是？就是不会让来宾把故事讲。会啊，你听。所以我就是小的时候。还叫王菲。哎，他要一直想到蛮强的。然后呢，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女生长发就是幻想，就是我要交往的女生前面全部都是要是长头发，所以她不可以离剪短头发。然后所以看到女生，她刚刚讲发型。闪灵乐团的主唱。照顾啊，太多了，我才完成。闪灵乐团的角色吗？不是，这个是男生，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这个是男生，郑中基，那是男生。郑中基的中长不算啦，对，不算，不算。郑中基长度跟他差不多。然后后来大长大了之后，对不起，好累啊，不唱了，开心的。他是可以玩到20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呢？哎，我要讲什么？反正你就很喜欢长头发，对，很喜欢长发女生，对，而且因为我觉得长发女生，我觉得她在很多时候会不经意透露出一种性感，是比如说拨头发的时候，而且我遇过长发女生，她怎么撩人，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她有的女生，她会说，哎，她要绑起来的时候，然后呢可能穿比如说比较贴身的，她露出一点点腰间，那长发女生就有这个特质嘛，所以她就可以，哎，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马尾，或者是拿一下马尾，对，有的她会稍微有一点。拿就一请他帮手，都要抓住啊，对不对？是一种亲密接触。另外一种是我遇过女生，她拿起来，她首先发圈拿下，咬在嘴巴上面，然后拿起来，然后跟你说，你可以帮我拿我嘴巴的发环。这个很 sexy 耶。对啊，这个是我觉得长发女生才做得到撩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是支持长发原因在这里。OK， 还有很多一些。不经意的事情，什么森达有什么话要说？他说的不经意都是假的。其实你真的去统计，有很多长头发的女生，她们在吃饭的过程中，就是甩到这边聊一聊之后，又甩到这边甩一甩。后来我们想说，发饰的那个套餐已经上了差不多，来 baby 来喝一下南瓜浓汤，一低头，发菜汤，她头发插在浓汤里面，哎呦，致命。Dead、而且有时候是那种并排做的日本料理，然后那些长发女生完全觉得自己是公主，在那边聊天说你知道吗？然后就会打到射到旁边的人。Excuse me， 我认识你吗？你说你有过这样的习惯，就是不好的经验，是不是？不好了。可是我觉得乱甩长发。可是我遇到长发女生，我觉得很多，比如说像志玲啊什么，她们都是很有气质，她不会这样随便甩。动力火车的，真的是长头发。颜志玲也对，真的是啊，颜志玲也对啊。所以你喜欢颜志玲是吗？我喜欢，只要志玲的我都喜欢。没有。但最好还是林志玲，不要演。对对对对，最好最好，因为我觉得气质很好。OK， 好，那我们访问一下那个皮肤科医师。所以头皮保养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不管长发短发的发型，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很好看。对我们皮肤科医师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发质要健康。那发质要健康，头皮的照顾最重要。所以一个健康的头皮，最好的事情就是它能够达到一个油水平衡的境界。你自己喜欢长发还是短发？要看，有的女生真的很适合短发。像 S 姐，我就觉得
短发真的无敌。对，而且长发蛮无聊的，真的，所以就是这样。无聊，无聊，不是无聊，不是无聊的意思是说会更有气质。他现在这样更有个性，更漂亮。你今天要把我惹毛起来？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访问那个毛发专家吗？因为你一直想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林志玲。我就帮你拐成颜志玲了，你又拐进去。对，又拐回来。不好意思，太贱了。也太多了吧？太夸张了，还不够。我吃天然的食物，我吃菠菜，我吃红萝卜来补充叶黄素。没错，这个观念都非常正确。问题是，你知道这一堆的红萝卜大概300根，它其实只能萃取出3毫克，精酿小则22毫克。对，22毫克是这边的6倍。所以，哇塞呀、啊，这么多的红萝卜都不足以我们精酿小子当中的22毫克的叶黄素。市面上很多一份量做到什么5毫克、6毫克，对，它没有错、嗯，因为它是卫福部一日的标准。对，但是我们的用眼习惯很差，我们一定要补充爆量嘛，对不对？嗯、所以为什么需要22毫克这件事情？嗯嗯，我跟你讲，一样的钱，这个精酿小子 CP 值真的很高，因为它一颗。就可以抵别人的2颗，原价5280。对，那今天3盒只要。哇、wow! ！我们今天现场还是有1、2、3、4、5、6、7位那个男生，有没有特别喜欢现场哪位的发型？觉得他永远就是这是他的天命发型？有没有人特别觉得？锵锵！啊？是喜欢他这个发型还是喜欢他？主要是长发、嗯，然后有波浪。有波浪很好。如果他换成短发，好，还会好看吗？我觉得性感度会差很多，那就看看呗。那我们就请你去换头发了。你应该很怀念他长发的，你没看过嘛，对不对？其实 Soda 有时候会 cosplay， 嗯，然后那个样子就是长头发。还有 cosplay， 还有 cosplay 什么的 ？I always know you。正式的撩妹法吧，是正式撩妹法，今天都猛足全力。所以他 cosplay 哪一个角色最厉害？ Spider-Man。哦，还有 cosplay Spider-Man。Spider-Man 是长头发。对啊，他没有头发。Spider-Man 是重头发。对啊，他哪来头发？他真的有 Spider-Man 吗？有。Halloween 会放过的牛。他万圣节的时候有穿。这不违风吗？对啊。对啊，你有 follow IG 是一定要的、啊。10 years， yeah。OK， 所以你会舍得去让他去变换一个他现在那么漂亮的模样吗？我觉得，因为其实没有看过他本人是长头发的样子、嗯，其实也会蛮期待的。可以麻烦他去换吗？翻译老师要换短发吗？没有，他还留着。耶、yeah ！我想看，我也想看。Q 爸，你要坐着啊，你又没有办法一起换吧？没有。所以 Q 嘛，你是从小就留长发？对啊，从小就留长发。你没有短过吗？有，我有短过，我有短过。所以你觉得短发不好看，是不是？我觉得短发反而很麻烦，就要一直剪。哦，好想维持那个长度。对，长发就很懒，就不用一直剪。所以你现在这个波度是你去烫的，还是说你自己弄的？刚刚夹的。对，不然你是长直发，是不是？会有一点毛，就是。自然卷，嗯，自然卷。因为 Q 妈曾经在我们节目上说过，他只要每到一个工作场合，就会有人跟他告白，工作人员就会追他。对，几乎每到一个工作场合，就会有人跟他告白。对，所以你觉得是因为你长发的关系吗？我觉得应该是我脸的关系吧。所以很有自信。没有，出去换了。所以 Q 妈，你觉得你的脸的关系，所以你短发也会好看吗？对了，短发。老师，你要证明我们有多的短发。要证明你左眼底下。欢迎老师，我们要换一个短发 Q 妈回来。左眼底下。真的啦。强强那一套出来。真的。强强。刚刚一直被我们说戴假发的壮壮是换了长发。长发。对。他已经换好了，所以我们就来欢迎变成长头发的壮壮。好像男的。好怪啊。男扮女装，不是万圣节，万圣节，不是你不要塞耳后，不是你们提供的假发也太假了，那就是假发，假发，那是假发，怎么会像男人呢、啊？为什么？很像周星驰里面的那个，而且我后面像 ET 耶，完全戴不起来。不是后面的问题，不是后面的问题，是正面的脸，整个人都是整个。你要，因为我们
有那个来宾七位素人啊，七位素人，你要不要过去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你过去跟他们 say 个 hello， 说你是长发壮壮。你们是有牌子吗？没有，他们等一下示爱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头发跟他们示爱，手比爱心。对，等一下是手比爱心。就是、喜欢或不喜欢是不是？对，比如说喜欢就是哇很喜欢，如果是超喜欢的，不，你确定有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更喜欢就是不，给他们看一下哈，不同的位置什么的。其实这仔细看一下，如果它不是假的话，应该是还可以吧。壮壮还是跳一段应援的舞蹈给他们看。来，五六七八。哎，他没有自信，他现在很会跳，现在没有自信，他现在没有自信，信心了。跟你一起加油！哇，谢谢你们，谢谢。所以是要立刻让那个比爱心吗？对，请问壮壮适合长头发吗？哦，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你们。两个爱心，一个大爱心。只有四位是没表示。对，所以我已经过关了，超出我的预想了，超出。马友义那个壮壮的长发问题是出在哪？我看你没有反应，而且脸还有点臭。你凭什么臭脸？哦，就是刚跳舞就没有自信了。哦，你看，没有自信，谁叫你跳舞蹈？对，舞蹈，你说舞蹈，你来，很有自信，你来就来。他应该是那个 B boy 哦，还是 B boy？ 哎呦，真的要自信 ！B boy 是 B boy， 他 B boy， 你看他那个头发就真的 B boy， 真的有意。来了，告诉他什么是自信 ，OK？ 你们翻译老师都去混短发，来喽，看不懂，有意。难怪可以评论舞蹈。好像是哦，谢谢壮壮，谢谢。来，接着 Sabrina， 因为她一直都觉得她是长发是最好看的，嗯，搞不好有短发的不一样的效果。好吧，去吧 ，Brina。那接下来呢？因为刚刚那个长头发强强一直说她自己短发很像男生，对，是，对，我们就要来欢迎变成短头发的强强，期待哦。不是啊，你好看，这种好看，没有那么好看，我在称赞你，你为什么要生气？好像芝加哥里面没有啊，你没有，我好看呢。我说你作弊，你这个发型是好，一定好看的啊。对，我跟你讲，那你换底妆，我觉得他这样，因为前面这有刘海，那我刘海拿起来不就好了？没有，还是好看，很合理耶，好看。我先国中，先是埃及艳后，芝加哥人，芝加哥，然后全都是好绷的，很好看呢。但我觉得他这是偏向表演性质多，但我自己平常我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因为其实这个应该说是妆的关系，如果妆了一幅画的话，应该像鬼了。好了，你赶快过去给他们看一下。好了，你们仔细看清楚啊，你觉得好？哎呦，好好看啊，好好看。亮亮已经受不了了，亮。眼睛要爱心。OK。不能卸完烟，你们这些小朋友还是没办法吃到我整齐，你知道吗？我要经过大风大浪的男人。你在碎碎念什么？你在碎碎念什么嘛？我是要大风大浪的男人，可我有花钱的啊。OK。好了，强可以回来了，来，那我们请七位男生。你要示范一下，喜欢不喜欢，最喜欢。哦，他们等下如果觉得说你的因为他们要讲就是这个发型对你来说重不重要，如果你换完之后他们觉得哎还是很喜欢的话，他们会这样子。哦。那如果更喜欢的话，他们会这样子。那如果超喜欢的话，会这样子。你差点撞到他，对不对？跳起来了。对。很活泼。OK， 好，请站起来。好。以上七位男生，你们觉得强强这个短发如何呢？有两位没反应，哎，你有四票哎，全中，真的假的？而且有三票大爱心哎。哦，谢谢。没有人跳起来耶。对啊，为什么没人跳？到底是有要跳起来是更喜欢的？对，最喜欢。最喜欢。应该怕跌倒吧？他们应该感觉跌倒就跟跌倒了。
不过你权重，刚刚有人是那个代表你驾驭住了耶，你完全驾驭得很好。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时候装的关系，装的关系只要一好，真的就是 OK。现在卸下来，有时候真的就不 OK， 但我还是不会考虑这个这种头发，还是要长发，绝对不会。他们性感，我跟你讲，折磨我这头发，折磨我，折磨我，跟着我十几年了。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要到了，布西迪要来送礼了。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要送什么礼物呢？没错，就是要送我的签名照。啊，你吓到了对吧？因为你就觉得说只有我的签名照谁会想要是吧？那就是连你的也会一起送出去哦。现在呢，只要加入布西迪的 VIP 会员，就有机会抽中我跟 S 姐的签名照。活动详情呢，我们公布在哪？就公布在 YouTube 喽，大家赶快去看。算了。下一组也换好，然后呢，他们是一个双人组合，一位是长变短，对，而一位是短变长。团体，他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明星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第一个Soda跟 Kuma。哇，谢谢。哎，还是漂亮的，哇，还是很漂亮，但没什么感觉。Q 嘛，你作弊，你只是把头发遮起来，没有短发吗？有，真的没有假发，有，那个全强那顶梁，强强强，好，这个戴可以戴，好，那，哈哈哈哈哈哈，真的，要跟烟再去给他们评分一次啊，再去给他们评分一次，好看吗？还是爱他吗？还是很漂亮啊，驾驭，而且好像假人，很像 AI 的假人，太漂亮了。Kima， 你要不要戴那个丝袜头啊？因为不然很难上那个头。应该可以啦，就是一个有必要这么认真吗？有，前面需要分个色，前面。压着这个网，等一下，一定要戴这个，不然会乱七八糟。老师要领通告费吗？谁去给你？对，来来来。耶！有吗？他以后不来了啦！你们自己翻啦！对啊，有吗？我包最重，有病！要翻你们以后自己翻。我觉得钱有点难赚。不会啦，当然好玩嘛。但他觉得不好玩。这里是大家嘛，有包含我吗？这个大家，搞不好很美，因为你的脸可以驾驭一切。压着前面。蛮欧美的那种，好，长得漂亮应该都 OK 了。OK， 来了，来了。刘海。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自己长什么样。有。好像是不行哎。我现在是不是很像那个隔壁流浪汉？不会。哎，你跟收到说，如果他的翻译是这个发型，会不会觉得很不专业？뭔가좀어빈빈딴빈딴빈딴바보很像笨蛋啊！对了对了，很精确，其实感觉都会翻错，对不对？对，好像是，就是发疯了，好像有一点呢，对啊，读书读到发疯了，天哪，放弃抵抗了，一直觉得没有亲切感。一直戴着。那 Q 妈，我们要请那个 DJ Soda 去给那个男生看一下他长发的样子，展示一下。嗯嗯。哇！哇！生哥，你干嘛？对呀，你干嘛突然这么直？哇！Oh my god！ 身材好好哦。Oh my god！男士请立，觉得 DJ 对长头发的 Soda， 你们的喜欢程度有多少呢？请给分。哇！原来是这样写的，很厉害，可以吧 ？Q 妈妈，麻烦你去给展示一下。Q 妈也要？真的假的？对，你可以拿着你的笔记，因为毕竟你还是那种专业的感觉。我觉得 Q 妈可以说未必输。未必输，未必输，未必输，未必输。
我里面这些男生蛮奇怪的，我不一定说真的，你有自信，连走路都不会走。为什么？你就想说你很专业嘛？对，好可怜。OK， 好。OK， 好。不一定哦，有些人喜欢那种傻傻的女生呢。对，喜欢 Q 马的这个造型的话，请给分。还是蛮喜欢的。票数比壮壮多。对啊，有吗？多一票，多两票，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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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票哎！哎，你赢他哎！对，谢谢，谢谢，谢谢。OK， 谢谢两位。Thank you。最后一位也是此生永不剪短发的 Sabrina， 没错，万年长发，他也变成短头发了。我们来欢迎短头发版本的 Sabrina。Oh my god！我哇塞！哎，等一下，你干嘛连走路姿势都变了？真的，我此生没有那么丑过哎。你也像超级丑，你也像摔跤手哎。他有像哎，有像哎，这有像哎，女子摔跤手啊。对，你可以跨一次那个线进去吗？拜托拜托。这是相扑选手了，是不是很丑？很丑，真的好丑，怎么可以那么丑？好丑，为什么你这么不适合啊？真的，我觉得我超不适合，是目前出来最丑的一个吧。因为我在已经忘了。壮壮，我跟你说，你不要放弃哦。放弃？怎么放弃？怎么可以那么丑？哇塞！所以真的不要剪短发，我真的觉得。但是 maybe 其他男生不觉得啊，你去给他们看一下。这里有我妹的朋友，你不投我试试看？什么男生？我上次跟他们一起 rough 玩啊，我妹的朋友啊，弟弟啊，二十。我跟你讲，越是有交情，越是要讲实话。对 ，OK， 不可以。公平，你先给他们展示一下你的短头发。这样比爱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魅力在。对对，展现自己的魅力。可以。比如说十字固定啊，什么的。哇塞！对啊。还是要先投。头发可以拉的，没有没有没有，展示一下你的泰拳，泰拳，泰拳，可以吗？泰拳，泰拳，认真的，认真的。哦，好，可以吗？好，那先回来。他们好安静哦，怎么办？不会，我觉得情况五秒。不一定，不一定，有些人就是很喜欢那种，比如说喜欢闻脚丫子啊，每个人都有怪癖，每个人都有怪癖。是，好，七位男生，认为 Sabrina 短头发合不合适呢？请给分。很乖哎，好棒好棒！那个是你妹妹的朋友吗？那位你是真心的吗？发自内心的。你觉得这样的比较他短发的他比较好看，还是长发的他？其实短发蛮好看的，很像我小时候喜欢看那个《超人特工队》里面那个伊夫人，还蛮像的。哎，有像超人特工队伊夫人，伊夫人是长发的，有像。后来看到有配音的那个，真的假的？伊夫人明明所以你觉得还是漂亮，还是 sexy？对，就是我很喜欢的啦。OK， 好，谢谢。谢谢。好，就结束。两票，两票。两票。大元，你觉得你有没有曾经是跟喜欢的男生正在约会的时候，然后头发突然出问题？我反而觉得跟暧昧的男生或是男朋友出问题都还好。我觉得最糗的是我之前拍戏的时候比较尴尬，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长期拍戏要出外景。然后头发就是每天做造型，已经蛮脆弱的。然后所以就是拍戏，可能才刚做完造型，然后可能拍一两场，然后头发就开始出油，然后很塌。但重点是那时候还要跟对方拍感情戏的时候，然后我本身也比较娇小，然后那男主角就是抱我的时候，他的脸就是整个贴在我的头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他一定闻到味道，很尴尬。所以我那时候就才知道说头皮跟就是脸不一样，就是很重要要保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毛起来，早上出门前先洗一次头，然后拍完再洗，就反而越洗越干，太干了，对，太干，然后爆出油，然后那时候也是狂掉头发这样子啊，这个是什么？你的油头、对对对，就是那时候留妹妹头，真的好油、所以我后来现在不敢留妹妹头，这有油哎，这个对，因为很容易就是感觉好像好几天没洗，明明才刚上午才刚洗而已。很多人都有错误观念，就是觉得说我头皮出油，我就是要毛起来狂洗，对，用越强烈的洗发精去洗，洗干净越好。但其实洗到最后就变成头皮很敏感，反而头发变得很脆弱这样子。那清洁的最高境界，我觉得就是油水要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做到油水平衡呢？油水平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挑对好的一个洗发产品。
油水瓶的油水瓶，可是我们其实是看不到头皮的吧？对啊。对，所以我今天带了一个法宝，可以帮大家看一下头皮的。你干嘛学其他人也要讲法宝啦？你那健康。你说看一下头皮的健康，头皮检测仪之类的，对，看一下头皮的一个状况，因为要好健康的头皮，我们才会有蓬松好看的头发。嗯，好，那我们先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挑一位那个现场来宾好了，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随意挑吗？离我最近的这位好了，好不好？好，好，那就麻烦你。我们到这边来，然后帮你做一个检测来看一下。这个头皮检测仪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放大镜，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头皮的一个状况，好赤裸。其实他头皮也是蛮油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皮发根的部位都泛油光，看起来会亮亮的，所以他头皮不只有脱屑，还有轻微的发炎跟出油的问题。可能产品用错，或是洗得太用力之类的吗？通常就是个人的体质，再加上他没有好的一个洗发产品的搭配。晨晨，你去给他照一下啦。我给照我的啊，我两天没洗啊。我们看一下里面会不会有 小生物啊？你要照哪里都可以啊，我很想知道这个照哪里。没有，只有头皮。你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强强的头皮的状态。他很有，两天没洗的，他很骄傲，你知道吗？其实看起来算蛮干净的。哎呦，对啊，想再闻一下味道。对，我可以搓给你闻，谁想闻？主要是好像是有一点点，好像是有一点点发油的味道。很惨啊！脱皮脱屑的状况，头发的根部就是有些冒血血的情形。哦，底下下里面啦，大圆也要检查一下吧。我都没戴到假发。对啊，来不及，至少看一下你头皮吧。我觉得我的应该很有自信，因为目前每个人都有一些那个小问题。对，其实光摸头发就觉得他的头发发质蛮不错的，真的。哎呦，有在保养有擦。对，好干净啊，头皮。很干净的头皮。而且它会透亮透亮的，真的很干净，完全没有红红的。差好多，对。还有，我想重点不是要不要每天洗头，是要不要怎么样保养你的头皮。对，这个怎么会那么健康啊？头皮，而且我现在就是发根非常蓬松，没时间可以试看怎么压我的头发，发根都还是会 Q 弹回来。要这样压你头发，就压我的发根啊。怎么是这样？是这样的，是这样，是这样，这样，不好意思，这位太太，这位太太，是不是又回弹了？回弹了，没有，有回弹了，有吧？很 Q 弹呢，真的耶，怎么压不扁呢？好好玩哦，开始回来，开始回来，怎么样？真的很蓬松，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就是养出我健康头皮的洗发精，教我们，快点，介绍给我们，来来来。就是这一个呢，就是油水平衡系列的洗发露。然后这个蓝色的这罐呢是蓬松控油蓬松型，然后紫色的是保水舒缓型。那大家看到这个品牌，就是第一个先联想到他们就是去屑系列。对。但我觉得就是头皮除了有头皮屑的问题之外，大家应该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想要调理跟改善。嗯，对，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脸部保养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清洁要做好。可是头皮其实也是我们皮肤的一部分，所以头皮清洁也要做得非常好，你才会有强健的发根。那如果是头皮比较干性的人，其实他就应该要选择一个洗发产品，是它可以达到一个温和清洁之外，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头皮很油的人，那他应该要怎么办呢？就是除了这个洗净力要足够之外，其实它就要有足够的温和度，避免头皮造成额外的伤害，否则有可能越洗我们的头皮就越敏感，然后我们的头发就看起来越干涩，还会分叉。越刺激反而会越糟。对啊，对啊，头发就会失去它的光泽存在。那所以要挑对一个好的洗发产品是非常重要的，最好就是要能够达到说，我能够去油但是不干燥，然后能够保水但是不黏腻的状况，刚刚好。油水平衡，是。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蓝色的控油蓬松型，因为它就是可以很温和的，就是把你的油啊给带走。我都称它叫做头皮吸油面纸。哎呦，它里面呢，对，还有独家的吸油科技，真的是让你的油呢是轻松快速的被带走，而且是主动性的哦。就是你洗完头，哎呦，那个油就主动上车跑走了，不不不。好生动，上哪一部车啊？跟着废车、垃圾车、乌乌的车，跟着垃圾车一起带走。然后呢，除了这个它就是长效控油之外，它里面还有。不是吧？跟垃圾车，接下来他会继续。对，它就是除了长效控油，长效控油很重要，你知道吗？对，但它呢还可以让你就是维持蓬松的发，就是像你刚刚一直弄我头发，压很有弹性，对，因为它有那个法国天然的海藻。
而且你也可以就是边洗，洗完头也不会干涩，然后一直让你很保水。气味应该也很好吧？就味道，你可以闻闻看。我问一下，你要不要闻我头皮？哇，香哎！我今天香哎！你也太像男生了！真的，你不要提到男生啊！女生互闻的那种，很香，对啊，你要闻看，你闻看一下，真的很香，上发廊还带一下，带过去给那个发型师，请他帮我。它是很清新的味道，真的很香，好香哦，这才是正确的。对，我是演过 Netflix 的女人。现在是第一名，你们看了吗？有，那第七集可以直接看哦。太棒！交给你，交给你。但是呢，如果是头皮比较干燥的人，就可以用这个保水舒缓型。不一样。对，而且它用起来，就每一次在用这罐洗的时候，就觉得哇，自己的头皮好像在做 SPA， 因为它里面真的有那种保养成分。对，所以你边用就觉得很疗愈。然后对干燥的，就是头发的人呢，会有三倍的舒缓，尤其像现在就是季节常常变化，然后头皮就是会比较敏感，就是很适合用这罐紫色的。而且他们这两罐都是零系零的。零系零的。而且你有发现吗？之前这个材质它都是就是纯白的全白的包装，然后它现在改成透明的，所以对耶，就是你这样一想，对，有没有时尚感？是白色的，重点是让你就是洗到哪你就知道你的用量到哪里啊，什么时候要换。这个品牌，我自己是这个品牌。如果拍戏什么一整天下来用了这洗发精，我都不怕头油，你们爱怎么贴就怎么贴。嗯，对，男主角在我的头发上抹，怎么样闻都 OK。哎呦，这好重要啊！还有谁想要？你要闻？看吗？什么画面哇？香，谢谢。所以怎么样呢，医师？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发型，今天在座大家可能有喜欢短发、喜欢长发的，但我个人认为，你一定要先有健康的头皮，好的洗发习惯，搭配好的产品，你才能够真正让你的发型能够发挥出它的魅力所在。谢谢。开健身，胸部很大哦，你还可以，还可以，好。想问那个 Soda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公开的活动会在台湾跟大家见面呢？이번주일요일에타우이안에서페스티벌을해요。哇，我们这一集早就播完了。对，哪个螃蟹哪个死鬼？没错，很有道理耶。초대해드릴게요。你要他会去，他会去。이번초대하면꼭갈것같아요。哎哦。还还，你会去吧？会去啊，去啊，去啊，好啊，礼拜天，礼拜天，桃园，几点？几点？比较斜，有空谢谢，谢谢，谢谢，聊超细。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